咻咻咻咻咻，这脑骨子都生虫了，好好晒一下，打个煮球吧。不要儿，这毛毛多得很快，你站这方阴凉的去，妈妈来哈，马上就好起了哈。哎呀，那没有晒龙，刚刚来晒龙，我晓得好像是龙到台的，这好啥子嘛，毛毛糊糊的起来。哎呀，走开，好个骨子，我哪儿好不得嘛，人家手感又痛，我喊你不要给整，你也不相信。脚感痛，手感痛啊，一天来。我好起了，快进去了呀。龙热了，你在这门口坐起看，你别在椅子里看，你看啥子看着龙就走。人家猫得好骨子，门口毛毛糊糊的，这灰色巾晒过骨子的，走，进去进去坐。你在屋头看到娃儿哈，万一他两个大还叫回家去。啊，公婆们都在屋头，等两个们在屋头，我走那边饭包边去看一下豆子。冻热了，你别来等它凉快点去啊，看它的豆子嘛。这两天好久凉快嘛？它就是上午还凉快的，下午更热，凉快都黑了。啊，你赶紧去看了，回家来。哎呦，这红海椒又淘得了，明天早上来捡海椒，大海椒都要吃过了。哦吼，热了！这味道长得那么奇怪呀、啊？这海椒咋弄大个，人家就红了？老板，老板，鸡精，鸡精吃完了。大包吗？小包？大包的。冻热了，你们两家伙都拿来看。三宝山电视放不起，我过去给他看一下，那么就跟着我追噻。那这次放得起不嘛？放得起了，那就是网线松了，我插进就可以了。你又在这儿烧起火搞啥子哦？靠江江来喂猪儿。你要给奶成一只果冻啊？要得。你种汉堡破浆灯都不会过日子，外乡些果冻你想弄啥子猪肉？吃多了好啊，果子两三块钱。你包买两包，还开大瓷盆。这菜不要等娃儿来干，这是开的，等它冷会儿了，冷会儿我放冰箱头。来人，你要吃果冻的嘛，都拿来去喽。来人，这红彤彤的是啥酒？果冻。好吃啊，哥。这个果冻好吃不？好吃。
二回呀，这就别拱手，别在街上给买，蛮贵的街上。嗯好。爸爸煮这个好吃的。嗯。好吃不？好吃不？分点给你。好吃。你说还有，还煮煮吃。你说还有。你煮煮吃还有。这我吃不完了。